女人解开旗袍下摆，黑丝包裹的大腿若隐若现，撩得男人一阵火热，急躁地揪住她的头发按在墙上，一把撕开了旗袍。王家之自以为技巧高明，而对于敏感又警惕的情场老手易墨城来说，他的手段太过稚嫩，而正是这样的稚嫩成为了易墨城步步逼近的原因。1938年，中国正值多事之秋，王家之就读的岭南大学搬到了香港，他被同学推选出来演慷慨激昂的爱国舞台剧，演出时他特别投入，引发了全场观众的共鸣，也点燃了学生们的爱国情怀。老铁们 Shorts 时长有限，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全集。